我们要进行常态化的卫星发射任务，再一个我们就是要进行深空探测任务，主要以嫦娥6号、嫦娥7号、嫦娥8号等等。同时呢，我们文昌发展啊，面向世界航天前沿，面向中国航天发展战略，下一步呢，我们会在载人登月以及重型发工卫建设方面，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。